你父亲的病情发展得很急，照这样下去会越来越有风险。你要快点做决定啊！ 这种手术的风险很高，医生怎么说？如果不错的话，只管继续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爸爸病了，妈妈也倒了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都怪我。 都怪我，都怪我，你做的很好，相信我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医院，带小宝先进去。 周秘书，帮我联系一下 GMN 医疗中心的徐教授。